探望台南市的朱德兵市长赖清德，伫个民政局长陈宗安、关电、关道、营业大来、关庙五区的区长含着议员的陪同下，来到关电营区，一方面对症加菜金含着农特产品，一方面对着官兵伫个洪灾时阵帮忙救灾工作，表达感谢。我听闻啊，我们这个二零三里啊的敬礼啊，主要我们台南的子弟啊占了60%。其他40%都是来自其他的县市啊，我们也引以为荣啊，引以为荣。我们一直认为台湾要经济繁荣发展，这个固然重要，但是台湾的主权的保护啊，这个也非常重要。我们要效忠国家，效忠人民，要保卫我们台湾这个宝岛啊，这个都是要仰仗大家。如果说在整个军旅的行列里面，台南市的子弟能够参与这个其中，我们是感到非常光荣的。今天天气很冷，但是不怎么搞的，我觉得很热，因为听说靠近太阳，温度就很强；靠近大海，海风就很强。本人讲一句话，伊讲花山山形红，花海海西红，花到好人。精神重，若挖到好市场，就一世好命，福运无穷。所以我们今天市长来啊，给我们很大的加持。那么我们首先以我们两峰山里全体官兵，我们再次热烈掌声，感谢市长百忙之中莅临而来。而何者新兵中心的主题感觉真大心的是，除了有赖市长坐落来陪因在做伙食中昼顿，民政局嘛准备了肯德基，和大家一面吃一面加油球。赖清德市长，顶！两栋山里，山里长。